且你再干你就不带气保险的。花果山还花果山还是宁波城，应该是一个这样的门牌。花果山应该。花果山啊，花果山就没必要去犯下屠刀了，因为花果山这门牌，对吧？犯不犯下都差不多，山还反正是高，对不对？就没必要丢犯下屠刀了。我们先把后面这个电魂伞的宝宝先干掉。对吧？起状态开始寻秒就行了。对吧？出宝宝，我们出一个能配速的宝宝，能配速能加血的宝宝，好吧？出小丫丫，着重清他后面这个能晕人的宝宝。花果山应该好打，对吧？对面直接出小孩了。直接丢粉火，他应该还会清我前面这个宝宝，好吧？我们晕后面这个宝宝，但前面这个宝宝顶个水，应该前面这个宝宝就站得住。花果山打这个剑辉单挑赛没那么好打，不怎么好打。兄弟们，能不能刷点啤酒啊？好久没有开播了，刷点小啤酒行不行？白天的话都会给兄弟们解说 PK， 好吧？对吧？破血完攻金宝宝，这个大金顶得舒不舒服啊？对不对？这大金顶的爽不爽，兄弟们？哎，我操，一点都不爽！他要出宝宝，我们直接群秒晕后面这个宝宝，不然后面这个宝宝顶血就行了。高级毒，兄弟们，这一把非洲小黑鸭能给我丢一把高级毒丢过去吗，大哥？鸭哥，丢个毒行不行？讲道理，丢毒的几率应该挺高的呀！我靠，看一下毒。20%的几率中毒，对不对？加淬毒内丹10%、30%，对不对？连击，对吧？在后面这个宝宝顶血顶不出来，他很烦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逼不得已，狗急跳墙出虚弥，5000、6000的秒，兄弟们，真的。闪现的宝宝直接闪出来。继续晕他后面这个宝宝，不让他后面这个宝宝加血就行，给自己来一个紫心一路玩起。他现在产生的宝宝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威胁啊，三个血宝宝一个虚弥，秒一圈的话基本上都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又晕住了，有神通限定，加个血加4000多，对吧？高鬼魂那不好意思啊，大哥。宝宝又神了，我操！真的，关键时候就妈狂神，疯狂神用。这时候我们要出宝宝了，你知道吧？不出宝宝的话就不怎么好打了，出个小孩吧，对吧？出个小孩，这把宝宝得贴自己啊！如果不贴自己，他万一直接把我干死了，他速度快啊，对吧？我没有他速度快，他卡我速度就拉不起来了。所以说这把要小心一点，宝宝贴自己就怎么都死不了。对吧？魔镜激发，对吧？宝宝贴自己，对吧？没有贴就死了，兄弟们。有贴就死不了，没有贴干这一把就走了，人就走了。他后面这个宝很关键，后面这个宝是会无限的晕果，你知道吗？他后面这个宝宝会晕人呐，兄弟们，会晕我这个小仙女的，所以说还得出宝宝，出一个宝宝还不稳。他晕我的话，我小仙女速度慢，出不了手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你小仙女干我人了，我操！真的，10000啊，我操！不好搞，不好搞啊，兄弟！感觉这把又要输啊，我操！这妈这怎么会输啊，大哥？唉，这怎么会输呢，兄弟？
兄弟们，你们说这一局怎么会输？到底输在哪？我靠，真的看不懂。输就是对面宝宝神的多，真的，这能输？真的想都想不通。你看这 PK 居然可以输，真的，我是真的看不懂。我操，真的。